虾子1000有，咸猪肉吧？咸猪肉有，鲍鱼300有吧？五鸡腿排一份有，虾仁一包也有吧？给我虾仁吧。你要白虾仁还是炒虾仁？乌鱼子没有哎、欸。那个客花流鱼啊。海参要2000，等我一下哦。你要打的好像都有。今天没有载很多啊，因为明天就要休息。今天载很多，明天不是要加班？海参2000哦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，全部都打出来。啊？睡觉。睡觉。这个好像涨价呢。这个。准备几个比较紧的？50啊，一只50啊。一样。对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不知道你。别啰嗦，快点来卖。200。是不会卖，他在抓螃蟹也是。快点。你抓螃蟹干嘛？卖啊。陈胜喜不会卖、啊。我也开杠了。各位土城今天没有卖，土城今天没有卖。等一下。嗯，可以带出去。可以带出去。我来接袂啊。土城咧，今日起日转来，我看五点钟呢。哎呀！哎，小。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、啊？刘小花，是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看一下这个人留言，这个是谁？啊？那个空没有看到名字。一包一百五啊。这个名没有名字。没有，我要先确定一下他讲话是谁，毛利吗？他说叫他帮刘小花支500，但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看手机两只，普通慢没有。这个要把你打开，好不好？往下。来，照先弄完了。照过了啊。照过了。双双要看，我就弄完了。我等一下，我先帮他写单子。二姐要小花枝500 ，OK。好。我先写一下，海参2000，黑蒜头鸡2只。蒲烧鳗没有，今天没有蒲烧鳗哦，共完2包。我嘛唔知咧，我睇下你看。安尼就好啦。我嘛无剩咧，你看卖。鲑鱼1000。安尼偌济？35啊。你若买3块，安创一只，好无？是买迄种诶？还是买对，今天没有龙虾，没有龙虾。看一下，二姐小花枝要500，好。我不知道你要。最后一场会不会大放送便宜卖？看他心情。大放送 A 啊，看看来的人多不多啊？一送来我送了，是不是？来一送我就未送，我送你就未送。你讲，你讲暗时间大放送啊，阿今嘛无啊？哈一送我未送啊。海参2000，黑蒜头鸡2只，送完2包，补上吗？没有。已经连了。我爸的，我爸的，我啊，哇，我爸，我爸，阿姨他抓烟干部，抓烟部，烟部，来多少来？我爸，行，行。大哥，那几文哦，好，来，快来，老板，快来。5盒1000的炒虾有吗？5盒1000，4盒啦，没有。那5盒1000是那几天的价格，现在没有5盒1000的。那时候蛮进货。哇塞，今天的猪脚是那一个1盒200那一个，1盒200那个。今天有偷抽油。啊，虾还有人来无？
等一下我吧。啊，这两只，那这两百五啊。那我两个，到丢干嘛呀？哦，到丢。我看一下猪脚。好，好，阿伯找你。恁找啦，你多少钱？一个五百啦。啊，虾还有人来无？五百块。虾子，虾子，虾子五百，有人来无？五百，来。我包你两瓶五百。到手嘛？猪脚，猪脚是这个。Andy。红烧 Andy。这个，好嘛，阿妈买两包了。阿婆那边是一些，他们家还有一些，有两包。你洗的，人家都洗的。他讲二季啊，二季无呢，无。哎呀，看他去。安静没？安静屋。真的没有洗。安静那边。虾仁有啊。我你要一盒，你放出来什么时候到？你现在过来应该就都有啊。他们推荐。炸虾一盒一百。没有推荐。你才见啊。原来我天灯。我的。起床啦，上学啦。6:30了。上课啦。哦，对，起床。我看一下。双双。猪蹄筋500油。猪。好，再帮你留一盒。我看一下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猪脚筋，够完不？够完，够完，够完了，我干完了嘞！哇啊！我干完了，没有了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卖完了。今天没有货，里面的货那个干完了，卖完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被陈启微不足道，那个干完没有了耶。他说干完那个他的库存都卖完了。原本还一箱啊，陈启吃掉了。陈胜喜说把最后一箱吃掉了，那还剩2000，先留一下。还剩2000，啊，不用了，把那个冷箱啦。哎，那个新来的，那个新来的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在那边晃。2000。他刚好三倍啊。三倍。哦。哦。对啊，黑蒜头鸡2只。哦。哎，咸猪肉，我看一下。咸猪肉，咸猪肉留300，三百，三百。啊？咸猪肉三那些啊？留3个，3条。啊，够有人来无？无啊，咁地话剩遐。剩3条有人来无？哎，遐个咸猪肉。1条出来了，你要几条？3条。2条。对，黑蒜头鸡2只。2条哈。啊，你要三盒炸虾，一盒一盒猪脚 ，OK。猪脚可以。鱼 OK。我要准备开始了。鲫鱼是炸虾300，然后猪脚200。可以杀得过吧？杀得过吧呀？你要备几千？我看一下会不会炸。这地方你啊，你猪渣，来，我先小花枝留500，什么东西？小花枝，小花枝留500啊，哎，二姐要滴耶，然后那个。原体两盒，各一个，一个人，两个人不同的，一份一份。原体两盒，然后。这样了。
我看一下有没有留东西，原体两盒哈，各一盒，然后也没有的，剩这两盒。卡金，卡金五百，卡金五百啊？对，哪里卡金呢？九家，这边。周浩勋今天是被请的啦。没啦，来卡金五百。哎，然后我看，我再看一下，炸虾三盒，大虾三盒，大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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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他搞大虾，大虾，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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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盒。好，我再看有什么还没留的，再看一下那个鳕鱼呀，我看一下，大片的。虾仁，我看一下，方霜，啊又找，方霜，你的虾仁是要怎么样，还是要怎么样尺寸？是炒虾仁还是白虾仁？还有你虾子是要河虾还是水冰虾？啊，你的鲍饵鲍鱼哦，五谷鸡腿白，等一下给你一份。大概七片呐。七片。来，一箱来。那、啊、装袋子，大袋子来，大袋子。还、啊、有人要吗？鳕鱼，就这样啊。